今天来撤面，我想撤个一铺撤面，先来采面，就是做个三锅一，一碗面粉，加一勺盐，面会更筋道，还可以加点白糖，面延展性会更好。凉水和面，扁刀扁搅，面和水的比例2:1。搅成面絮子，用手擦面，揉成面团之后，在案板上面把面揉光滑。现在想把它揉光啊，需要很长时间的，所以呢，盖上湿绒布醒面10分钟之后再揉。哎，醒一会儿就好揉多了。揉光之后揪成面剂子，然后把面剂子搓成长条，搓好之后放在盘中，抹上一层油，把面用油封住，盖上保鲜膜醒面20分钟以上。醒面的这个功，再来炒一下臊子，弄一个西红柿鸡蛋，再炒一个韭菜，再来一个肉臊子，行。可以开始扯面了。撒叫一铺长的面啊，这个叫一铺长的面。水开下面，肉臊子、西红柿鸡蛋、韭菜、油泼辣子、香醋，一铺长的扯面搁定，看见看见。吃面不吃蒜，味道占一半。